你讲啦。你可以当个金发双马尾啦，要的话应该可以捏出 Honoka。给你钱，帮我捏一个黑瘦脸的黑妖精女王。黑妖精女王长怎样？我看黑瘦，这个遮单边眼睛的就这个、啊，可是长发嘞，没办法啦，没有花都啦，个人性癖会喜欢这种，我就龌龊。我可以换成这样哎，松本茂茂。哈浮夸一点，有没有长发，然后又可以达成那个？哦，这个很危险，这个一定一直死。我、哦、这个选下去，我看 死超过百次不成问题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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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好笑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哎呦哎呦哎呦，黑妖精女王帅啊！有了，黑妖精女王来了。干他妈这青色，哦，足困难呢。这色唔知啊，为什么拢青色色呢？要怎么才能够满足我们 ？Why honey cos？ 我这色足歹用呢，真正就成青色。脸部肤质，比较脏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成人动画当然是要就是白到会透光啊，这样才会有性欲啊。要多猥亵就有多猥亵。抱歉，我的错，这个发型我可以，但还是全民喜欢的吧。尽力啊，有了，开始有点色欲了。马娇又大又圆，然后还要有点咪咪的，这样比较淫秽。哦，这个因为有双眼皮，所以好像比较淫荡啊。哎、欸，啊，黑妖精女王的瞳孔，谁知道那块？好像褐色的啦，哦，这个很大，就是这比放大片还大。哎、欸，不对呢，阿妈黑妖精女王遮眼睛是遮右眼，而且遮左眼在盗版，这山寨货嘞，看到没有？我靠，恐怖恐怖！自由度够高。啊，私は好きですよ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度够高，不错。我擦个口红比较饱满。看到这胡子都可以捏出金刚狼出来。嗯、真的，我觉得可以捏金刚狼。请问这嘴唇是刚吃完烤鸡腿吗？哦，倍儿棒，香啊！还可以黑齿，还薄冰冷啊！最气最气叫你背，我牙齿涂荧光剂呢，我笑死！哦，大！哦，肌肉量，哦，有没有？有哦哦，有条赞。有没有性感大姐姐的？哦，这个还可以。花栗鼠。好，就这样了。还可以选角，哦，好酷哦！还可以选角哎。哦，鹿角大神啊 ，Unicorn 啊，哒哒哒，哒哒哒哒。训要很快，很快要怎么样？又大又粗。哎、欸，妖精女王的耳朵是不是尖的？玩的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夺尖。我看很多人把真岛吾郎弄出来还很像。就是因为很多人，所以才不要捏啊！我们要捏黑妖精女王。鬼臀，鬼之尻，好像兔尻。哈哈哈哈，装吐的，吐，脸部附属品，马吉嘛，
好啊，现在的我看不到未来啊，来啊！哦，这个好看，这一看就知道困难模式。好，完成了。来，你要 random 一下，看会变成什么？然后 random 出一个奇迹美人。你看，年轻时候的那个《魔物恋》里面那个欧巴桑。好啊，捏老半天，直接变成这个样子、啊。